徳VS 松島ファーストゲーム、松島というサーブがボール。他那个，你就放慢了，你就放慢。这样正好等于可以，你就这边正好被他甩了，就他拉的时候，你切的时候切太厚了，厚就上了，撞撞多了，摩擦点，摩擦多一点，这球就快了，还是要球速。不是那种规矩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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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防范方式也没被杀掉了，所以你节奏放慢，有中路中才行，拉慢你看他为什么对不住的，他该冲就冲，啊，哎，抓紧啊。
la ball。Thank you.
开心你知道吗？问题就很多，就问题还是在心里。那如果你要摆就行摆，然后要捡你挡手就挡手，然后他要挡上来挡，或常常就是他拉手你摆，都往摆拉到你，拉到就是你的球了，不赢不到，再还是可以。早点准备，你说侧面要长的短的转不动，要柔软的再打。如果不细的话就放慢，放慢打，这个自己的发球的时候。啊。ゲーム張本トゥーサーフラボール对攻最节奏快慢，然后注意弱点的变化就可以了。一定要是正手，就是
暂时想好了。对，发力有点慢，还对不上点。对，发不正，反正回来还有可能有点发力乱。拿下来点啊！有可能乱点，自己回来发连快点啊！Six.